您怎么了，皇上？没什么，朕有点累了。要不要给您穿太医啊？不用了。我给您捶捶。如果朕没记错的话，你这还是头一次说要给朕捶捶背呀。影爹，月亮又快要圆了，你到朕的身边也有6年多了吧？是6年8个月零20天。难为你记这么清楚啊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朕曾经对你说过，有朝一日朕会放你回去。朕说过的话算数。明天过了8月15你就回去吧。等太久了是吧？你要赶我走，依照旨意就行了，犯不着这么说。云帝，云帝，到宗化边界了，前面就是景陵了。皇上，我就去看他一眼，马上就回来。皇上，您回宫吧，记着别太累着自己啊。贾道士送来的仙丹好是好，可是要慢慢的补才成。皇上，您回去吧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皇上，皇上，八，啊不，阿奇娜，他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死了。哦。
这是他临死前写给皇上的一封信。爱新觉罗·阿其那，谨上雍正皇帝赐歌玉兰。此刻你累了吧？歇歇嘛。争了40多年，到这一刻你还不愿撒手吗？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我这一生不佩服任何人，但到今天我才发现，我的心底里只佩服你。着牙苦苦地熬着，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只是生前身后的骂名罢了。其实输也罢，赢也罢，到头来不过是过眼烟云。你太放不下了。1735年，雍正13年阴历8月22日深夜，雍正皇帝暴卒，
年仅58岁。